章十一节说，上帝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而这生命的源头是他的儿子。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又说，我们知道上帝的儿子已经来了，而且赐给我们理解力，好使我们认识真神。我们在真神的生命里，也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里，他就是真神，就是永恒的生命。让我们一起起立，用耶稣基督这首歌来更多认识敬拜他。全心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你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我在看我所有成就，
现在让我们一起宣告，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谢你
说我们在礼拜天的早晨能够一同聚集在这里，一心要称谢你，也求你保守我们以下聚会的流程，保守牧师口中所传讲的讯息能够传到每一位会众的心中，
我们将以下时间都交托摆上在你的手里，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依然站立，请思慧带我们做信仰告白。我们一起来攻读《使徒行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大家请坐。接着我们见证，我们今天请到张怡莹执事为我们分享她的见证。平安。我喜欢用问题当作开始。请问40年是很久很长的日子吗？对，各位很年轻，心里在想说什么叫40年？对，大概是人生的半辈子了。那40年，足够让一个彷徨少年他变成大人哈。那再到知天命往耳顺的年纪，但说白话一点了哈，也就是说可以从一个高中少女变成50几岁的虎金郎了哈，然后是2个大学毕业孩子的妈妈，加上是一间牙科诊所的负责医师。那以下是我受洗40年神带领我走这个职业生涯的见证。那时间回到1976年，那我16岁的时候，高一暑假，那在父亲节，我们全家在彰化的西湖教会，同时受洗成为基督徒。那今年是2016年嘛，就是40年前的事。那记得当时受洗的时候，好牧人刘洪仁牧师这样勉励我们，他说基督徒就是要成为耶稣的学生，学习耶稣的款式。那你一定要将你最好的献给神，献于主。那40年呢，我没有忘记这些勉励，往事历历如在眼前。那16岁受洗，对从一个从小在主日学青少期长大的孩子是太早了吗？其实我说一点都不会，时间其实也恰恰好，因为受洗让我们知道，我无法用自己的力量来变得更好。刚刚的诗歌有唱到，那我们必须学习依靠神，同时也早早明白我是被神拣选的，是耶稣用重价救赎的。那我天天要立志跟随主，要学习让耶稣当生命的主宰。那自从那时到如今，自问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有后悔过吗？真的想起来没有一天后悔，只有学习。因为这条路有超乎想象的丰富恩典。那刚刚看到年轻人在上面，我很羡慕你们的年轻，但是我已经走过年轻，我以前也年轻过嘛。那
现在我也让你们羡慕一下这40年上帝对我的带领。那我今天选择职业生涯这一段来分享。因为在青少年的时候受洗很有福气，那总是要读经祷告嘛，你受洗以后要有这样的生活。那我每天早上清晨起来读书，那也有灵修。那因为心被上帝的喂养的比较多啦，所以可以说受世界的影响就比较少一点啦，哈。那内心是算平静安稳。那在准备大学联考高三的时候，那礼拜天我还是都会去做礼拜。那虽然中断了圣歌队的服事，但是我就有去做礼拜。那当我考大学放榜出来是说你上了牙医系的时候，那个时代女生会被质疑，你查某囡仔，你嘴齿是扳得起来没啊？好，那也正在考虑要不要去念哈。那读经祷告的时候，那上帝大概知道我那时候信心是很小的，那就很奇怪，我就读来读去，怎么到处圣经都是牙齿？那心里就想，哦，或许吧，应该下定决心哈，那要当医生就这一科就好了啦哈，那其他的也不知道会怎么样。那其实现在你如果去 Google 一下，圣经讲牙齿的地方也不少，好，那至少有16个地方，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哦哈。那时候是没有 Google 啦。不过翻来翻去都是牙齿，其实也蛮特殊的啦，齁。那现在我当然不会这样做了啦。那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台北，齁，念大学的时候，哇，原来神有预备很好的啊，北一团契啊，让我们在那边有信仰的一些锻炼，服事的锻炼。那也在五星教会有很好牧人詹禅东牧师的带领。那我们认识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到现在还是成为良朋益友，这段真的是跟随主的人很有福气。那毕业后我成为一个牙医师，那其实从读书开始，那一直到成为牙医师这个过程其实也有很多辛苦的地方，但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我祷告，那我深知道这是上帝给我的天命呼召。那如果回想起来，在我超过30年的牙医职业生涯里，我不曾厌倦过这一行，有人说你一天到晚看牙齿，那你腻不腻啊？我好像没有这个感觉哈，甚至我也保持着服务的热忱，我很喜欢和我的病人在一起，看到他们牙齿变得更好，让我非常快乐。那我还不断的终身学习，学习到有时候世光说你为什么要上这么多课，那我就是还蛮快乐的，有这种胃口嘛，那行走得很快乐。我想从一开始，我就明白牙医之路是上帝为我预备的，因为我有祷告啊，对不对？我就要相信啊，好，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那我曾经换过几个工作的地方啊，换了诊所。那目前还有几位看了大概超过30年的病人，现在还在看哈。那我们也成为好朋友。那看到有些人啊，口中还有这样子那些假牙已经维持20-30年，我心中非常的感谢，就觉得哎呀，原来我手中所做的工，上帝也坚立了哈，那这种是很喜悦的感觉。那祈祷是我自己比较深刻的体验，因为它使我常常得胜，胜过一些困难、艰难哈，或者人生的低潮，人生的失败。那因为这样的祷告，那我体验上帝奇妙的带领。其实我也没有因为这样而事事顺心啊，因为要成为基督徒，我有祷告读经事事顺心没有？年轻的我那时候很想出国深造留学，可是神只肯让我陪着先生哈，去美国伴读了哈。那在家里学习当妈妈，
那小孩太小了，我又生病哈，没办法。那特别的是有机会，就在带着小孩子啊，读幼稚园啊，或者是在邻居的那种妈妈 play group 里面哈。因为我的邻居很多是来自欧洲啊、日本啊，好，或者是美国当地的妈妈。那我向他们学习怎么样自己带孩子。那在当时台湾流行的一种观念是，啊，把小孩就托给保姆嘛，带24小时嘛，好，那其实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做法。那这段经验让我回台湾以后，我就选择只做 part time 的牙医工作，这样我既能维持住这个牙医的这种技能啊，还能陪伴我的一儿一女哈，在他们的生长过程里面，我也有机会跟他们常常在一起，提早发现他们有困难的地方，那没有错过一个关键时刻来帮助他们。那我的小孩，尚平、雨平，他们没有上过安亲班，那放学后回家妈妈都在哦，啊还自己煮饭哦，所以他们很幸福啦哈。那曾经我觉得说我是不是很命苦，那不过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哈。那神知道我最需要成长的部分在哪里，所以他其实是当个妈妈，因为我真的不会当妈妈哈那个时候。那他有提前为我做预备，好，那我没有荒废母亲的这个工作，所以我能够没有错过孩子那个无法重来的成长，这点我非常的感谢。那牙医师大部分的人都选择开业哈，那30年前我也曾经向上帝求说，哦，有一天要开业，那可是因为出国去啊，然后回国以后要照顾小孩子，那30几岁的时候我也得了一种病叫做类风湿关节炎啊，常常手痛啊，那所以世光就一直不太愿意我去开业啊，说这样你应付不来，那确实也是，那就这样学习忍耐等候啊，祷告到40岁的时候，上帝好像也都没有开路嘛哈，所以我也就不再求了，那也忘了自己的祷告，可以这么说。那奇妙的是人会忘记，但是神没有忘记。好，如果，所以我奉劝大家，千万不要乱祷告哈。那在我快要48岁的那一个时候，那我人生突然有个工作要做抉择的时刻。那祷告后，神有奇妙的安排，那就在10天之内，开业的地点，该有的助理啊、装潢公司啊，全部到位。那世光也点头了，说好，你可以去。那突然间，我又收到一张支票，那是20年前哈，我买的一个储蓄险到期了，我忘记了。这个钱刚刚好够支付我开业的头期款啊。那仿佛上帝就在对我说：“孩子，我会为你预备够用的恩典。”所以我就开始了，开张了这样。那等候了20年，这个就是从刚开始祷告到我真的开业，我等候了20年，自己都忘了，上帝没有忘记。那我开业了，那居然3个月后，我儿子申请上牙医系，那他现在也毕业了哈，成为一个年轻的牙医师。那我的诊所进入第9年。那其实特别感恩的是，从毕业到现在哈，我没有看过晚上的夜间门诊。那这是自己毕业的时候年轻向上帝恳求的特殊的恩典。我说神啊，我早睡，我都没有办法晚上的时候头脑清楚，请你让我有一个可以不用看晚上这样子的工作。那其实台湾真的很少牙医师能够这样子晚上不上班啊，不工作，但是神很感谢神垂听了我的祷告，我就是这样一直到现在，那诊所也没有因为这样关门了哈。那结论来讲，上帝他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只要我们肯离弃自己的罪，
祷告是合神心意的，主会垂听。好，那可是当我们祷告以后，我们要安静聆听上帝他对我们的回答。上帝的回答可能是很快就答应我们说 yes， 好，那我们很快活。那这个是信主的时候常常发生的事情，因为那样的话呢，我们会很有信心。可是有的时候上帝说 no， 你不能这样做。好，那我们要学会的是顺服啊。那最难的功课是我们祷告上帝好像都不回答呢，静默不语。其实上帝都有在听，他要借这个静默来锻炼我们安静等候的功夫。这个对基督徒非常的重要。我们他欧贝乱总脚不要比上帝快。那神自有他安排的时间和作为，那机会出现了，上帝说 yes， 赶快快步跟上去。那跟从上帝，跟从他，听大牧者的声音，我们可能走的是人少的窄路啊，没有太多人跟我们走一样的路，没有关系，可是他却是我们人生最轻省的路。所以行走天路40年，虽然未必天色常蓝，那重点不在说我得到了什么，我觉得重点是在过程中有神同行，那行路有光，有指引，随时有主可靠。那我只能够说是上帝非常的可靠，他绝不误事，在我身上是如此。那耶稣真的成了我最好的朋友。那愿以上的分享也对您有帮助，愿颂赞荣耀归于至高上帝。我们低头一起为盈盈执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真的感谢你让他这么年轻的时候，青少年时期就能够认识你，而且成为主你的门徒。真的非常感谢你借由今天的分享见证，让我们能感受到主你的带领跟恩典。主啊，求主能保守持续看顾他未来的家庭生活，还有他的工作，以及他在教会的服事。主啊，也看顾他的身体，让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能够真的与主你同工，从你那边获取力量。小孩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接着是消息报告，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所有事工。下一点。今天是教会的青年主日，也是北区大专事工纪念主日。我们非常欢迎张德林牧师来本堂正道，也非常谢谢今天三堂所有的服侍同工们，也谢谢你们的服侍，也求主持续看顾你们的服侍。那我们在5月1号下午，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月的讲座活动，主题是许一个幸福的家，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参加，不管你已经是结婚还是未结婚，我们一起学习以及了解如何建造我们未来幸福的家。下一个。那我们教会在5月14号跟15号早上有查经班，也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查考圣经。很感谢主，我们在今年当中有邀请到周元牧师即将到我们教会聘任，那5月15号赴任，预定在6月19号下午举行外展牧师的受职感恩礼拜，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参加。另外，我们教会目前在进行会有资料更新，周报夹也有一些相关资料，请弟兄姐妹详细阅读，而且也交回个人的资料到办公室。母亲节即将来临，那我们教会牧师团队有编写家庭礼拜的程序单，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欢迎到一楼招待处索取。那也非常恭喜陈冠成跟陈银竹夫妇在4月23号喜获千金。好，那其他的消息请大家详阅周报。那今天有没有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有没有？好，没关系。那因为今天是青年主日，我们想要有一些比较活泼的欢迎方式，或许里面有隐藏一些新朋友，那我们等一下彼此问安，我们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好，我们用三位一体来互相的那个道安。好，我们是这样，圣父、圣子，然后圣灵是要飞的哦，要飞起来哦。好，就跟附近的弟兄姐妹一起用这种来，圣父、圣子、圣灵。好，欢迎大家今天一同我们来在主日里面一起来敬拜。我看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的聪明，很快就上手了。以后你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我们就心照不宣，圣父、圣子、圣灵都在我们心中与我们同在。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请大家一起低头同心守望祷告。亲爱的主耶稣，非常感谢你，我们今天能够一同在这边敬拜你，攻读主你的话语，也非常谢谢今天参与所有服侍的青少年们，主啊，纪念大家的摆上，让我们真的是真的借由这些服侍，而且借由我们这次愿意服侍的心，可以持续，而且越服侍越得力，也感受经历到主你的大能。主啊，真的求主你亲自看顾一些身心灵欠安的弟兄姐妹们，也为他们的家人代祷。主啊，求主你的爱充满他们的内心，亲自来安慰他们。主啊，为这个世界很多动荡不安的一些天灾人祸祷告，求主你来看顾日本，他们最近所发生的强震造成数百人死亡。主啊，求主你亲自来医治以及安慰日本人民，让他们能尽速恢复家园及正常生活。主啊，真的也为我们的台湾祷告。主啊，有许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主啊，求主人亲自来看顾我们，赐予台湾以及中国的政府有智慧，能够以人民的福祉为念，和平的解决纷争。主啊，我们也为教会的所有大小事工祷告。我们
即将有新任的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主啊，求主能保守所有聘任的一些过程能够顺利。主啊，小孩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那我们起立来唱奉献歌。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若是你新来的朋友，或者是不清楚奉献的意义的，请勿奉献。那教会的奉献箱是摆置于三楼以及一楼的接待处。圣经，我们今天请到我们请康仲林弟兄来攻读圣经。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记载在《使徒行传》19章23节到41节。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龙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舔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其心涌进戏团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院里去。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有喊叫那个，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书，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家用声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亚！”如此约有两小时。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迪米的庙和从丢失那里落下的像呢？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帮毒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我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
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正道，请张德林牧师正道。今天要讲到信息是挑战人心的福音。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北区大专学生事工纪念主日，我受派来到我们中间啊，跟我们一起敬拜上帝，也分享学生事工的需要。那今天这个时候，我愿意用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一起来分享一个题目，挑战人心的福音啊。在我们还开始前呢，也容许我想一下诗人的感受哈。我刚刚看到莹莹姐站在上面做见证哦，我在感慨万千哈，想到小时候作文常常第一句话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哈。我对她的上一个印象是她大学还毕业啊，好像她还在深耕什么那个地方，一个乡下的地方的教会，在那里教主日学哈。我对她印象还是那个样子。她如果今天不跟我讲她是张莹莹，我在路上我真的完全认不出来。啊，他现在已经有这么好的服侍哈，听他的见证真的很受感动哦。这个我今天也碰到一些老朋友哈，都我从来没有想到的，我想要碰到的碰见了，我从没想预计想要碰到也碰到了哈，感谢上帝哈。也知道说我小快五岁了哈，张哥也快七十了，你很难想象哈，我今年67哈，再不到两三年，我人生。这个古莱西的那个阶段了哈。那么我们今天呢，要通过这段经文来思考挑战人心的福音哈。我重点哈不是要放在今天的经文，不过我还是要先把今天的经文稍微先交代一下哈。今天的经文基本上时间是保罗第二次的传道旅行，地点是来到以弗所。以弗所人拜一个神庙，这个神庙拜一个女神，名字叫雅迪米。以弗所人为这个女神所做的庙是古时候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它的主要建材是大理石，有127根石柱，每一根石柱有60英尺高，它的至圣所上面没有屋顶，直通天空。他们借着这样的建筑在说一件事情，他们希望他们祷告直达天听啊，他们的女神可以听到他们的祷告。很多人到以弗所去旅游的时候，很喜欢买神庙的纪念品，就是那个一个小型的模型哈。那这个纪念品买回去以后，有人只是当作纪念品，但有人也拿回去拜哈。那今天圣经提到有一个专门做这种纪念品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圣经有记载，叫迪米丢，是一个手工艺的匠人。他第一个为了雅迪米女神的荣耀，使徒行传17:27，你保罗继续这样传福音，我们女神的荣耀都受了影响了。第二个也是为了他们渐渐受影响的生意，你保罗继续这样传讲耶稣下去，没有人要买我们这样的神像回去了啊，所以他就收拾当时的很多人去抓住保罗的同工啊，这两个同工是马其顿人，一个是盖尤，一个是亚里达古。这样的纷乱时间相当长，我们刚读圣经你仔细看的时候，在那里喊啊，这个叫啊，前后直达2小时之久哈，哎，直到那个城的书记官出来安抚之下，众人后来才散去。那今天我不是要讲这段故事的过程，我请各位再回到今天的这段经文的第一句话啊，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第一句话，19章我们看23节哈。
我这里是和合本的修订版，我照和修来念。那时因这道路而起的骚动不小，我把重点放在这里，因这道路所引起的骚动不小。各位弟兄姊妹，我只想问各位一件事情，传福音会不会引起骚动？我这样问好像你们都说会。好，我问，信耶稣会不会让有些人不平安？哦，那那个就攀岩了。哎，这样子很难回答了哈。我们说信耶稣得平安，不过我们信耶稣会不会让很多人他感受不到，他会感受到骚动，他没有感受到平安，有会不会？经文就是一处啊，今天的经文就写啊，有人看到有人传福音，他引起骚动啊，啊、哦，我们回到圣经哈、哦，事实上我们发现经文很早就告诉我们。福音的具体代表耶稣基督本身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引起很多人的骚动，有人不安呢。你不要忘记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三节说，有一个人不安，那个人是谁？希律王。哎，希律王大大不安呢。哎，不要忘记哦，那段圣经接下去说，全耶路撒冷城的人都不安呢。也不要忘记这个福音本身，在他传福音的过程里边，法利赛人都不安呢。在他最后受审判的时候，大祭司撕裂衣服，非常不安呢。福音确实使人平安，可是我们好像从另外一面，圣经也不断告诉我们，有一些违背上帝旨意的人，好像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大大的不安。所以我在做学生工作的过程，常常用一句，不是一句了哈，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话跟学生讲哈，这个你们很容易记得住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福音要让不平安的人得平安，可是福音也要让那过度平安的法利赛人得到不平安，这样才是福音，否则那是随便的消息。福音要让那些践踏真理的人，让他觉得不平安。不过我今天的重点，我也不放在这个层次，我不放在希律王不安，也全耶路撒冷城不安，这个法利赛人不安，大祭司不安，我不放在这个层次讲，我要放在你我的身上讲。你我走在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里边的过程，其实我们都会有不安。啊，这个不安跟法利赛人的不安是不同层次的，啊，所以我用另外一个名字挑战啊。这个福音其实是不断在挑战我们走天路的。啊，我今天分成三个层次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个人，第二个社会，第三个我们讲。我们面临传统的伦理观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应该会有不安的。第一个我讲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你我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发现你做错了，你在上帝面前悔改，你转头走向上帝的方向，这个转头的动作，我们用神学的语言或者教会的语言叫做悔改。当你走向上帝的方向的这条路，你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不是交给自己，我们这个人是得救的。而你在走这条天路的历程，这条路是上帝特别为你分别的，我们说你是走在成圣的旅途上。不要忘记改革中成圣的圣字不放在伦理学上讲，放在拯救论上讲，你是被上帝独特的拣选者，走在这一条信仰的路上，直到归回天家。很多正常的基督徒常常会因为他走错、做错、讲错，回家会不安，求人赦罪，继续跟上帝说：“我继续要走天路。”我们个人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做错一件事情，你会不安。我跟各位分享一个例证啊。这个例证我常常喜欢在长老教会里边分享这个例证。我常常觉得，如果像这样的故事我们都不知道，在长老教会里边聚会，我觉得是有一点亏欠的。我在一本书叫黄武东牧师回忆录，我们中间知道黄武东牧师这个名字的请 举一下手好吗？ OK， 谢谢谢谢，感谢，都差不多都有一点年纪了。
黄武东牧师的回忆录里面提到说，他的传福音的过程里面都放了一个人的照片，那个照片不是他爸爸的照片，是他属灵的父亲的照片。那个人名字非常台湾，叫李怪，李怪。那个人其实脚好好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叫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李怪。那李怪是谁呢？前清的时候他是当强盗的，强奸杀人，无恶不作，是这样的一个台湾的一个灰绿的，哦。他后来信耶稣了，啊，也成为教会里边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模范。小时候的黄武东很喜欢坐在他旁边啊，听他讲他以前对，哎，乖姐啊，乖姐啊，你讲一寡以前做功德告诉我听了，因为那种故事都是我们一般人没有听过的故事嘛，很生动嘛，哎，我喜欢听那样的故事。黄武东牧师的书里面特别提到哈，他这个怪杰啊，告诉他一件事情，哎，你不要小看我们强盗呢，我们强盗是颇有原则的呢，道义有道呢。这我一看，哎，也不错，这个强盗还讲道义的呢哈。他说我有三原则，第一个不抢本庄，我是东后寮人，我绝对不抢东后寮，哦，这是第一原则。第二原则不杀妇孺。晚上偷盗的时候，如果人家醒过来是男生来跟我拼命，我就把他杀了，是女生小孩子我绝对不杀的，这是第二原则，不杀妇孺。第三个不亲同业，哦，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好奇怪，哦，晚上你怎么知道那个人也是强盗，哦，原来他们当时做强盗都有暗号，哦，我们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不会要把灯熄掉，会吗？哈，第一个省电，第二个比较好睡嘛，哈。古时候的人也一样了，哈。那在那个年代，我想黄武东牧师所写的那个年代，还有很多人用那个油灯。我小的时候还碰过那种油灯，我那个草油架哈，油味哈很浓厚，那个烟是黑的哈。我小时候去乡下，我的有一些那个亲戚的家里，我还闻过那种味道哈。啊，不过第一天有味道，第二天、第三天就没有味道了，习惯了。那晚上我那个早期人用油灯，也是睡觉的时候也会把那个灯熄掉啊。为什么？跟我们现在想法一样，省油嘛，省钱嘛。第二个，晚上比较好睡觉。他为什么说不亲同业？只要你是同行的，那个油灯晚上都是一个晚上都是燃的，一个晚上都是点着的。那是在跟你提醒，哎，我们同行的不要进来啊，拜托。他说我们道义有道呢，不抢本庄，不杀妇孺，不亲同业。黄武东的牧师的爸爸开了一家干妈店，我们现在叫杂货店，现在你们很少看到了，现在你们叫 7-11， 我叫七，名叫做七的干妈店。那李拐就常常到那个以前的干妈店拿东西，但不是买东西，啊，卫生纸给我两包，啊，三罐鱼的罐头给我几个，哇，哎，八罐的，慢慢的，退了，退照。黄武东牧师爸爸赶说，哎，你稍等呢，给工会把个猫能要你，不敢了，拿了就走了。一次两次好几次，直到后来有一次，这个李拐来跟黄武东牧师的爸爸。说这个拿来就到那个算账的地方，说黄先生，很对不起，我以前跟你拿了好多好多东西，我自己都忘了拿了多少了。不过请你大概估算一下，连同今天的，请你估算我大概跟你拿了多少东西，我要还清。黄东牧师的爸爸，今天发生什么事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啊，大概跟他讲一个数字就结束了。我这奇怪，这个人平常这个作恶多端，邻里的人根本不敢跟他往来。这个人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有时候就暗暗的偷跟着他去，发现他的家里祖传了一块土地哈，已经挖了一口井，从里边呢那个积水出来，灌溉他家的那个那个菜园卖菜去了。灌溉他家的那些龙眼树，那些那个芭拉球啊，遐莲雾，然后拿着那些东西出去卖了。换句话说，当这个人沿街沿巷沿庄这样子卖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亲手做正经事了。更怪的一件事情是，黄永东牧师的爸爸后来发现了，这个人星期六就开始不做事了，不是星期天呢，星期六就不卖水果了。他就到人家聚集的村庄聚集的地方，在那里开始讲道了。哎，你们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那个天你知道吗？那当然，刚刚天我怎么知道是不是那个天？不是，那个天是我信的上帝。哇，他开始会讲道呢。有一次还拿了一个西瓜，早期西瓜是圆的，你们现在看到那西瓜是长的哈，那圆圆的那个西瓜，他说地球是圆的。哇，那个黄武东牧师的爸爸就觉得好奇怪，这个人怎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知道地球是圆的，实在是那个不知道说这个人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有一天就充满好奇心的问李拐，说拐兄，你拐兄啊，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李拐跟他说，我信耶稣了。当李拐跟黄武东牧师的爸爸说，请你也跟我一起去礼拜堂信耶稣好吗？黄武东牧师的爸爸跟这个人说，如果有一个信仰可以让你这样的人改变成这个现在这个样子，我愿意去礼拜堂，我愿意信上帝，我根本无法预料你这个人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如果有一个信仰可以让一个人生命改变到这个样子，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一句话在我面前不是一句话，成为活活的一个生命，那我跟你去礼拜堂。我常常讲这件事情，在台湾史里面，你知道影响台湾教会多大，你知道吗？李拐信耶稣，他影响几乎东后寮教会的成立。他信耶稣，一家信主，影响黄武东牧师一家两家。黄武东牧师是东后寮那个村庄里面唯一念过书的人，大家都很尊敬他。所有13户的人说，黄先生就去礼拜堂啊，咱对他来礼拜堂。所以总共几户？15户。那个时候都有阿公那三代同堂的呢。那我们就用现在说小家庭，爸爸跟妈妈好了啦。15户总共成人有多少人？30个人。用在长老会的基本结构哈，可以成立一个堂会了。又。这个主学也有了，青年团契也有，社青也有了，圣歌队不要讲也有了。第一个影响了东后寮教会的成立，一个人的悔改转头，他对他以前所做的不安，这个人的生命影响到一个教会的成立。我跟你们讲，黄武东牧师身上一直带着李拐，这个人生命的改变，改变到我的家族，改变到东后寮教会。生命的改变的故事一直在黄武东牧师的身上。黄武东牧师，上帝也借由这个人改变了黄武东牧师一家，改变了长老教会。我常常讲一件事哈，前两堂我也特别提了这件事情。长老教会很多宣教事工其实都是失败的。我说失败不是说没有一点成果，都没有达到目标。长老教会从战后的宣教工作唯一做成功的有一个叫做贝加运动，就礼拜堂要贝加，传道人要贝加，会友要贝加，奉献数目要贝加。我念给你们听啊，那个时间是从1954到196410年哈，礼拜堂的数目字就是233个礼拜堂变成466个礼拜堂，数目字59471个会友变成102943个受洗会友，都是被加，传道人也被加，奉献数量也被加，被加运动，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唯一成功的宣教的案例。当时被加运动谁推动的？黄武东牧师。我看到这件事情，我常常会感谢上帝。这样的事情竟然由一个虔诚的强盗悔改开始的。当一个个人为他所做的开始不安转向的时候，那个力道大到什么地步？挑战人心的福音。第二个，那个福音会挑战人到一个程度，当基督徒面临那个社会是敌基督的，
这不合乎上帝的教训的，他会尝试去改变社会。我要简单举一个例子，年轻人，请问你们清朝的时候女生可不可以念书？我跟你们讲，清朝的时候还是有女生可以念书，绝大部分的人不能念书，少数的人可以念书。那些人是谁你知道吗？第一个，因老被后嫁了，他家里有钱人的孩子，这些人可以念书。第二个，念到12岁13岁就可以不用念了，认得几个简单的汉字就可以了。儿子以后做生意失败回家说欠100两银子，记得赶快寄来，那几个字看得懂就好了。第三个，清朝时候的女子她念书念的是什么书？内容三从四德，爸爸在跟爸爸，丈夫在跟丈夫，丈夫不再跟儿子。那时候念书是念这样的书。我们的宣教师来到台湾，发现绝大部分的女生不念书。女生也是上帝所钟爱的，你们身上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跟男生一样。这些宣教师不安，他们就开始设计女学。台湾第一个设计女学，女生一定要记住，1884马街在北台湾今天淡江中学那个地方成立第一个女学。我顺便告诉你们，台湾第一个女生蔡阿信就从那里出来的。我顺便跟你们讲，蔡阿信我特别去抄她的那个成绩单啊。你知道蔡阿信当时所念的课程是什么？已经进入日治时期哈，他念日文、汉文、历史、地理、生理学、英文、音乐。你就可以知道蔡阿信为什么能当医师了。他如果还念以前的三从四德，他会当医师？你给他讲细我都不行，因为他的生理学成绩很好啊。所以当时那个淡水女学堂的那个校长从加拿大拿到文学硕士来了，鼓励他去当医师啊。为什么女生不能当医师？莹莹照样可以当医师啊，对不对？不过到莹莹的时代已经改，那个男女关系改变已经很多了。第一个台湾第一个女医师就是在这样背景下成立的。那个学校是1884呢，南部哪一个学校？长荣女中啊，1887啊。哦，这些女性都要记得啊。外面的那个女生不知道，教会的女孩子一定要知道。台湾第一个对台湾这种现象感到不安的是基督徒，怎么可以不让女生念书？1887年成立南部的长荣女中，当时叫做新罗女学，总共列了7点，在1886年11月的教会公报上刊载，列了7条招生简章，你们一定要知道的，告诉他们说，你不用带什么东西，你只要衣服穿来就好了，你笔记本书什么通通帮你准备好了，家具什么准备好了，棉被你也不用带都准备好了，你只要把衣服穿来就好了，就这么简单，换起衣服带来。OK 了，最后一点，总共列7点，最后一点念给你们听。要来念的学生，记得不要绑脚，如果已经绑了的，请你马上解开。我说这句话力道多大，你知道吗？在那样的年代，男生觉得女生绑脚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他欣赏女生这种姿态，觉得是正常的年代，宣教师觉得不正常。他应该念书，不可以束缚女生的身体，也不可以束缚她可以发展的心智。要来读个囡仔，唔通有白卡，哪一样白了的都改套。我称为台湾第一份女性主义的。第一份解放文献，所以不要跟我讲什么女性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吕秀莲带进来的，拜托，请他稍微懂一点北纬基，回到19世纪，请看看，这是第一份文献，为女性讲话，那一根白料的都给套，上帝爱这样的人。第一届的长荣女中的那些校友跑出谁？高俊明牧师的阿嬷啊，
第一届出谁？廖文义的妈妈啊，廖成明静啊，你们要听我这些故事，大概会听得没完啊。我们就暂时到这里啊。那些都是一个时代的改革者。我当然讲到廖长文静，他的那些孩子，廖文义那一辈的人，几乎每个人都是念博士的，因为他已经有现代知识了。这些人应该通过北纬基，通过汉字，通过日语，通过英文去看见全世界，才能来改变我们的家庭，改变我们的社会。这些人有人读医，有人 读法律，有人读什么，他的孩子里面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博士。我不说信耶稣一定得博士啊，我没有那样的意思啊。不过就是当廖文义的妈妈去念的第一届的女学，那个眼界一开，那影响一个家庭，甚至影响早期的台独运动了，现在可以讲的了哈。宣教师来到台湾，当他觉得这个社会让他不安的时候，他基于信仰，他对这个社会不安。最后一个，信仰也会让我们对我们传统伦理观感到不安。不要忘记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这样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哒哒哒哒。你们不要忘记，这样的话都有一个结构，都是有一个。你们听见有话说，那是传统的伦理，那是汉摩拉比留下来的伦理，那是旧约里边提到利未记提到的伦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暴易暴。耶稣没有讲完说好，你们照做。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后面是新的伦理观。那个新的伦理观不断在挑战我们，包括在挑战我，要我爱我的仇敌。我实在说实在，我到现在还在挑战这些。我说我怎么爱得下？我不记恨就好了，你还叫我爱？哦。”耶稣还担心我们不太明白，还讲了三个例子，用当时下面的人他们都懂的例子说：第一个，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让他打；第二个，有人要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第三个，有占领军的军人逼你走一里路，一里路你为他走第二里。你要爱仇敌爱到这种地步，我常常在自我检讨，你做到了吗？那种挑战我的不安，其实一直在我的生命里边。最后，我用一段圣经做我们今天的结束啊。路加福音第16:19-31，我们很熟的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哈。说财主跟拉撒路有一段对话啊，财主不是对话，对不起，圣经路加记到财主跟拉撒路，没有提到他们中间有任何的互动对话。只不过说财主后来到了阴间，那个拉撒路后来到了亚伯拉罕的身边。我当过主日学老师，我到那个时候真的想这要怎么讲啊，然后你不跟我讲清楚一点，这传达什么信息，我总不能告诉主日学学生说我们每个人都去当乞丐吧，这种话又不能讲。我念神学院，看了很多释义书，看到一个释义我觉得很有道理，我跟大家分享。那个释义书说经文没有这样写了，不过很多人都同意说这中间应该有一个调的过程。这个调的过程大概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说那个富有的人有一天到那个阴间，有一次碰到上帝，他跟上帝抱怨，跟上帝发脾气，跟上帝说我要抗议。上帝说你抗议什么？上帝你是很冤枉我，你知道我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家庭，这么干净的一个家，我前面一个乞丐我从来没有赶过他呢，我这样还不够好啊？上帝他身上有好多的那个脏东西，有过去有臭味，我从来没有在他身上把那些蚊子苍蝇还挥挥那个动作，我从来都没有，我这样还不够好啊？上帝冤枉啊，大人啊，我从他身边经过，从来没有一个看不起的表情。我从来是我是什么都没有做。上帝说，你家的门口有一个
需要的人在你家门口，你什么都没有做，你什么都没有做，那就是你的罪啊。也许新的伦理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奸淫、不要偷盗、不要做什么的，那些大概我们的基本水准大概都做得到，但要我们积极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那新伦理可能要提醒我们，基督徒应该在你的情境里边，你应该去发现那些卑微的、弱小的、有苦无处诉的，那些我们应该付上更多关心的人。今天学生四年级工组四工的纪念主日，我特别请大家关心长老教会里边的学生四工啊，长青四工在各个团契里边，我们带领这些年轻人在北部1/3的大学的校园里边，我们在那里做校园的事工，包括传道、教育带领他们山区服务医学生的那个团契等等，那做了这样的工。每年我们因为学生事工不可能自己产生钱，每年我们都需要教会跟教会说请帮助我们，这些学生工作者都需要薪水，他们也有家庭啊。我们的伯母牧师就是学生事工工作者出来的啊。那个我们有行政同工，哎，我们需要付他配啊。每次的活动也都需要金钱，请我们在祷告中，在我们的奉献里边，我们特别安排一份给这样的事工。我也特别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我今天不只为学生事工讲话，请为那些专门为弱小的工作者那些人讲话，尤其是那个工作没有固定给他薪水，他边做自己边找裁员的。你知道邦嘎那个地方有一个活水泉教会吗？在关心那些街友吗？钱哪里来？别人奉献来的啊，我们没办法做，他在帮我们做，我们只是出钱帮助他。上帝恩典的时候，就通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到达那些需要的人身上。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不是叫你出大钱，你在你可以可行的范围之内，我一年奉献多少钱，我大概哪些要给谁，哪些要给谁，请我们在分配的时候注意给那些卑微的人，给那些特别人家看不到的人。我常常想像立新这样子的单位，我们都还不是属于我们长老教会的，那做的人一群人都是长老教会的青年出去的呢，当他们在为这些受难的妇女讲话的时候，那些受难妇女背后几乎都有一个结构呢，有黑道呢。你们的季慧蓉姐姐以前好像在这里礼拜嘛，你们慧蓉姐会不会晚上接到黑道电话？会耶。你我不用接到那样电话，请用钱支持他们做这样的事工，请我们关心那些不漂亮的、卑微的、弱小的、需要的。今天不只为学生事工，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上帝爱那些艰苦的人。如果我们在我们奉献额度里边，我们特别拨一部分帮助这些人，那是在做美好的工。我们低头祷告。主，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门徒的时候，真的能够学你的样式。恩主，我们让我们学，常常听你的话，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在我们所处的情境里面，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让别人看见就归荣耀给你。也保守我们中间每一位，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健康以及他们的未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会众起立唱回应诗，回应诗后请陈德林牧师主导。
来接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需要祷告的弟兄姐妹，等一下可以到前，我们有牧长会。